你是不是又犯病了？你跟谁俩说话呢？你都敢怼我了？怼你咋的呀？我现在是算看明白了，我之前就是给你惯的，从今以后你看我咋收拾你的，天天踹我，你踹我呀，你踹我一个我看看。起来，你倒给我留一块呀。我给你留啥呀？留你配吗？你给我吃一个。你这么分说这家谁大小王啊？你行了。你看行了。吓唬谁呀、啊、你，我可不怕你。你又整这出是不是？这是我给自己做的，这个家都是我的，能待待，不能待回你娘家。过分了吧？不行给我动啊！不生气不生气，夫妻俩哪有不吵架的。我让你吃了吗？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他有错我也有错，一个巴掌拍不响。我告诉你，我话不想说第三遍。我被狗咬一口，我不能咬狗一口。啊，真香、啊、你去给我拿点纸去。找不着。不要你有啥用？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我已经控制不住了我体内的洪荒之力了。你别笑，啊，真香、啊、加点辣酱吃，一个都不给你留。这个辣酱挺好吃啊、哦，多给我备着点儿，听没听着啊？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瘦的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我们听到拌个米饭、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起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块就给大家放，满满的一箱。10罐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赶紧去拍吧。你是真能跟我俩赛脸呢啊？你拿我说话当耳旁风呢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？抹上点辣酱尝尝。啊，真香呀、啊！你等我一会儿吃完饭了。那你是想多了。咋回事？这里有芥末。这里也有，赶紧喝点水。我芥末锅了。这些人给你告诉你，这么敢问的你，以后看你服不服了。哎，这咋吃吃饭吃睡着了呢？几点了就吃饭呢？你不天天嫌我做饭做晚吗？今天我早点啊。你这也太早了，谁半夜2点吃饭呢？那我都做好了，你就吃一口呗。这整的这都啥玩意啊？我不吃，我要睡觉。那吃点啊，我都做好了，你说。别来烦我啊，我要睡觉。瞅你咋那么来气呢？这可是你自找的。为了防你，还好我留了一手。睡觉还咬个饼，你吃一口啊！别烦我。正好你不吃我吃。这心可真大，睡觉真快。啊，真香呀！今天可算是能消停的吃点饭了。
我就看你啥时候能行。嗯，这咋还睡毛愣了？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太好吃了！这个辣酱好吃，多放点。哦，吓我一跳，可不能被你发现了。包子蘸辣酱也好吃，一个也不给你留。你别笑。这也太好吃了吧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我们家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叉烧香锅都叫大锅炒这儿盛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一件饭，俺买了一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情况再加10包香锅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再不行，我可要全吃完了。你干啥呀？今晚呢？你没看着我睡觉呢？啊呀，这啥呀？鸡腿儿。这个呢？鸡排啊。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吃好吃的了？啊，那我招你吃，你也不吃啊？你可真能狡辩呢！你这不强词夺理吗？你错了就是你错了，你真是一天不打上房揭瓦呀！你一脸的是不是？这啥意思呀？哎，今天整点不一样的，这6个里边有1只烧鸡，谁能吃到就看谁的本事了啊！明白了，来吧！我赢了！我看看啊，你不按套路出牌，我先吃这个小的。你别笑。米饭呢？我这干吃啊。这有辣酱，来吃吧，来。只好硬着头皮先吃了。他咋一直顶着看呢？我先淡定一会儿。再来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来。整天瞅这儿了是不是？面条啊，这个是啊。反正烧鸡早晚是我的，多吃一份面条又何妨？真香、啊！再来，来你，你这里到底有没有烧鸡啊？那肯定有啊！我还就不信了，我炸！这又是米饭呢？这不你自己选的吗？来。
到底哪个才是呢？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这个。再来，来，哎呦，这回肯定是了。哎，又是面条呢？都是你自己选的。反正这回就剩两个了，有辣酱拌面条吃也不算亏。嗯，我就不信了，二选一，我还能选错？来，再来，这回是我的了。这咋还不是烧鸡呢？根本就没有啊！有本事选。你可真气呀！哎，今天我这点也是真背呀。说没有这辣酱，你说这些玩意儿我都吃不进去。那不还好有辣酱吗？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呢，我们平常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，肉类拌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是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给大家发，满满的一箱，十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十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你等我把这些吃完的。好吃。太好，今天有这个辣酱，要不然还真被你套路了。哎，还有一把呢。还我怕你似的，今天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来来，哎啊，嗯啊，你咋不按套路出牌了呢？啊，我真有手机呀、啊，这手机得是我的。就你这样的也配去找你？媳妇儿又想使坏，你看我怎么收拾她。嗯，幸亏我有记性，提前藏起来个烧鸡。怎么这么重了？好你个没良心的，整个烧鸡还想自己吃，我让你这回做梦都吃不到。你别笑，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钱，可能又背着我藏私房钱了，回头可得好好和他算一算。这样也太明显了，撒点花生伪装下。看看今天有啥好吃的。哎呀，好吃的没有，只有啊鸡蛋和酸辣粉，吃吧。来，给吃吧。媳妇儿，这鸡蛋我天天吃都吃够了，给你吃吧。来。哎、呀，这又藏好吃的了吧，媳妇儿？今天我就吃这个了。你天天上那么多次当，你不打开看看呢？媳妇儿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你还能坑我吗？是不是啊？你说的好像也对，是吧你？咱看一会谁吃亏。啊！你不管不吃吗？我尝尝啥味儿啊？老公装傻充愣还真有一套，不过可惜你今天碰到我了，他就只有傻的份了。一天就以为我好糊弄，你看一会儿我打气你。这人那得有自知之明，就你那点智商还想吃独食，你真是小公鸡下鹅蛋。想必媳妇怎么也猜不到他给我整的陷阱，被我改成了烧鸡的庇护所，咱也太聪明了。你不会自己整啊？为了烧鸡再引你一次。
来，媳妇儿，嗯，这个也给你吃。我吃饱了，不吃了。呀，你饱不饱我还不知道吗？跟我俩装啥假呀？吃吧。那我可吃了啊。我都快等不及了。老公，这酸辣粉可好吃了，你尝尝啊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这个好喝，我喝点这个就行。行，那我可吃了啊。哎，你就给我整点纸去吧，我擦擦嘴。想支走我没闻。给。那你就继续做梦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也太好喝了，我再来一杯。媳妇儿，这个挺好喝呀，给哪儿买的？姐妹们，我们喝的是燕窝银耳豆浆粉，真的是太好喝了。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，只有豆浆粉、银耳、燕窝粉以及少量的木糖醇，没有添加色素、香精、防腐剂，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喝。而且呢，平时温开水冲泡就可以了，简单方便。我们呢也可以把当早餐呐、午餐、代餐都可以啊。喝起来就是豆浆的浓郁香，加上银耳的咯吱脆以及燕窝的丝滑感，而且每一大袋都是单独的这种小包装啊，出门呢特别方便携带。现在29.9给大家发整整三大袋。还送一个同款的胖胖杯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你还没吃完呢，吃点得了呗，快下去吧你，一会儿这碗我刷去。就你这样的，就适合吃点骨头。快下去得了，我这是烧鸡。咋回事？咋是骨头了呢？你这娘们儿，下回我要再上你当，我指定得跟你离。哎呀，就这样的，不如试试。我问你，这饭能不能吃？这日子能不能过了？媳妇儿，你记啥动啊？媳妇儿，我这些都是给你折的，媳妇儿，来给，你快吃吧，媳妇儿。你哪有这么好心、啊？媳妇儿，你快吃啊、哦！哎呀，我没事，媳妇儿，要不一会儿坨了，你吃吧。咋回事呢？来，媳妇儿，来点这辣酱，这面条啊，拌这辣酱好吃，多来点。还是不敢相信，都是给我吃的。对，都是给你吃的，媳妇儿。你别是有事求我吧？没呀、啊。呀，媳妇儿，你等我一分钟啊，我马上回来，你慢点吃。真搞不懂这人今天咋回事，看你着啥妖。嗯，来媳妇儿，你看这些都是老公给你准备的。妈呀，太阳这不打西边出来了吗？啊，这里没放东西吧？呀，媳妇儿，你把我想成啥人了？媳妇儿，以后老公天天都对你这么好哦。媳妇儿，来尝尝。你也吃，老公。哦，媳妇儿，我不着急，你先吃啊，我冲点喝的喝再给你。老公今天对我太好了，一定是我的辛苦感动老公了。好不好吃，媳妇儿？好吃。好吃，多吃点啊！啊，真香！多吃点啊，媳妇儿。来，媳妇儿，来，给你擦擦嘴来。老公，你昨晚这么好呢？媳妇儿，以后我天天都对你这么好啊！你别笑。媳妇儿，这个有点烫，我给你晾晾，我帮你吹一吹啊，吹凉了你再喝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来，媳妇儿，再啃个大猪蹄子。来，老公你也吃呗。媳妇儿我不吃，以后好吃的都给你哦，媳妇儿。老公真的改好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护食了。来，媳妇儿，抹点这个辣酱，这抹上辣酱好吃，嘎嘎香，你看看。谢谢老公。慢点吃啊，媳妇儿不着急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以后也再不欺负老公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有人。媳妇儿，差不多了。老公，今天好暖啊。
你别笑，有点烫。我再给你吹啊。老公既然都会抢答了，媳妇儿，来，再多搁点辣酱，媳妇儿，可香了。嗯，平时都不给我吃辣酱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媳妇儿，这个辣酱拌面条是不是好吃？好吃。媳妇儿，好吃，你再来一点，来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呢，我们来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，拌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加饭，满满的一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啊！吃完盖子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媳妇儿，这回凉了，你喝吧。慢点，慢点啊、哦！今天表现不错啊，以后就照这样表现啊。媳妇儿，你放心吧，以后我天天都对你这么好啊，并且千倍百倍的对你好。行。大白天做啥美梦呀？都几点了还不做饭呢？这娘们儿又想整我，你等着。老公被我忽悠住了。老公，给吃鸡腿。哎呦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吃啊！你看今天特意为你做的，快吃，给。我今天瞅肉迷，我媳妇儿，你吃吧，我不吃。哎呀，每天都争我抢着吃，今天快给你吃，快。每天你也没有这么好心呢。你吃一口怎么想啊？我不想吃肉。那你吃点面条馅的菜，米饭啥的。我没有啥胃口，我先喝口水。你别笑，今天说啥我都不能上当了。不吃肉，吃点菜去。这个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啊？你咋不能吃？那新做的，热乎的呢。还是算了吧。小样的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护食了。给你把这个吃了吧。我可不敢吃啊。你看咋的，瞅着那么香啊！我瞅着就难受，你快吃吧。我想啊，你就装吧，我看你能装到啥时候。你别笑，啥味儿啊？啥味儿不知道，但是就香啊。这可真愁人，到底咋回事？难道是我看错了？他一定是在引我上钩。来，你多吃点。没错，他还不甘心。你吃点这面条吧，大辣酱可香了。我不吃，我今天是肚子不饿呀，媳妇儿，你吃吧。真是不知道好赖呀！我是不相信你，这辣酱拌面条可好吃了，今天给你成全了。嗯，这么淡定吗？我还就不信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嗯，应该在米饭里。来，媳妇儿，这还有米饭呢，来，看你吃不吃。这米饭拌辣酱啊，可好吃，你尝尝来。我不吃，你尝尝吧，媳妇儿，你先吃。这回我看你咋整。啥情况啊？来，媳妇儿，这还有青菜呢，多吃点青菜好。你吃呗。我不吃，媳妇儿，你吃吧。这回说啥你都躲不过了吧。这也行。你别笑，还是没咋地。来，媳妇儿，这还有呢。嗯，谢谢啊。说话这么客气肯定是心虚。媳妇儿，这辣酱拌米饭好吃吗？我告诉你可香了，你说你今天咋就不吃呢？我也不知道我咋的了，我咋不吃的？姐妹们，
这个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太香了。你们拍了没有啊？说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呢，我们用它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当蘸酱炒个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啊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，常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一袋饭，满满的一箱，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盖子特别的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都给我们看馋了，剩这一多说了，我得忍住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有人。媳妇儿，我今天敬你真是条汉子啊！咋的了？那血辣根儿，你愣是挺住了。你可真能装啊！哪来的辣根儿啊？我看过你抹辣根儿了。假的，演的。不可能啊！你真能演呢、啊、你？你这不是给我看你吗？今天你要不整俩鸡腿哄哄我，你看着，我的天哪！又你干了我的后事啊！老公不在家，我可以美美的吃一顿了。回来的真巧。呀，媳妇儿、嗯，今天准备了这么多我爱吃的呀！啊，来，都给你吃，老公。哎呀，整的挺好。哎，你刚从外边回来，你去洗洗手，换身衣服去。我这些都给你留着，快去。行，谢谢媳妇儿啊，给我留着。嗯，快去吧。抓紧吃吧，要不一会啥都没有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蘸点辣酱更好吃。这味道没谁了，太好吃了！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这包子蘸辣酱挺好吃的，再来点。你别笑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太好吃了。包子蘸辣酱也太香了，我得多吃点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呢，你看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当蘸酱，炒个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，常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一袋饭，满满的一箱，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啊，吃不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你不说给我留着吗？咋都吃了呢？哦，干等你不来，干等你不来，那放凉就不能吃了，只能我先吃了。你咋这么损啊你？你咋这么能狡辩呢？你个东西！